不敢，那你就把他给我杀了。我不能杀他，天目童救过我一命，我不想欠他情。好，留他一条命也行，不过你得看紧他，不能让他再破坏我们的计划。还有，别忘了你是从哪里来，要去干什么的。绝不敢违逆。醒醒啊！怎么样？元气损伤严重。那还有救吗？恶病还需灵药医。这灵药是指？生生造化丹。那敢问太医，这灵药何处可寻？我曾在皇后处见过，去年皇后生辰，曾派人花许多重金去药仙处求得两粒，是为续命神药。今天你来这儿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在下明白，在下从来没有来过此处。告辞。
皇后寝宫，走，快！皇后，皇后，你没事吧？是犬妖。报告娘娘，属下无能，又让犬妖给跑了。加派人手保我寝宫安全。是。不光我这儿，公主的寝宫也要加人。是。等等，天牧童这两天在干嘛？听说他在闭关修行，云香如还在为他守关。哼，闭关，该你管事的时候你不管，这个臭道士。下去吧。是。乐平，这么晚了又这么危险，你怎么还过来呀？我听说母后宫中有犬妖出现，放心不下，特意过来看看母后。母后这儿有这么多守卫看守，不会有事的。这个犬妖怎么会到母后宫中来？谁知道犬妖在想什么呢？我看这个犬妖就是个神经病，到处乱跑乱咬。都给我紧一点啊！皇后寝宫有犬妖出没，这里的人分成两波，一波保护皇后寝宫，一波保护乐平公主寝宫。那这里怎么办？留两个人就行了，皇后和公主的安全要紧。你们两个留在这儿，其余的人跟我走。声音呢？你进去看看。嗯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你先进去看看。要不，咱们去外面叫人，一起进去。报告皇后，犬妖在陶公屋住所出现。难道，犬妖来我这儿是故意调开人手？
母后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锦城，你现在派人送公主回宫。是，公主，请。皇后，公主已经安排人护送。好，立刻赶往陶公公住所，不能让他得到仕女图。是。禀告皇后，我们来迟了，已不见犬妖踪影。给我搜，给我里里外外搜。是，来人，给我搜。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，快走吧。哎，快进来。哎呀，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有好东西给你。你有什么好东西？哎呀，昨天呢，南海刚刚进攻了一批金丝洗燕窝，那个东西能动啊？被发现了，咔！哎呀，你傻呀！整个御膳房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我二人掌管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知道？厨师，二位厨师，公主要吃点心。你们俩快去准备吧。好，好，行了，行了。哟，小鱼这皮肤越来越的……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动手动脚的？你要再这样，我告诉公主了。你放开我！你干嘛呀？你能奈我何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干嘛呀？你！犬妖，犬妖，有犬妖啊！有犬妖啊！有犬妖，犬妖，犬妖，犬妖！御膳房，御膳房！怎么了？犬妖，有犬妖！追！
们两个去那边。是是。你们发现踪迹了吗？陈大人，没有发现犬妖。这能跑哪儿去呢？大家分别搜查房间，这次一定不能让犬妖给跑了。你跟我过来，快，快，快躲进去！嘘，千万别出声！快点！谁呀？锦衣卫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正在追捕犬妖，怀疑犬妖就藏在这里，要对这里进行搜查。哎，我看你们是以公谋私，搜查犬妖是假的，硬闯闺房才是真的。随你怎么说，这房子我搜定了。你干嘛？放肆！皇后，你们谁活得不耐烦了，敢在这儿放肆，还不给我滚！是。走。参见皇后娘娘。乐嫔呢？云儿带您过去。公主。平儿。母后，你来啦。你在画作，画什么呢？给母后看看。女儿只是随便画画，你就不让母后见笑了。云儿，给我。母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这是做什么？你可是公主，那个臭道士是不可能的。这有什么不可能？我就是喜欢他。我不准。云儿，是公主要是再去见天明童，立马向我汇报。是皇后娘娘。我觉得你肯定不是他们找的那个犬妖，他们要抓的那个犬妖特别恐怖，听说杀了好多人。你受伤了。你跟我过来吧。坐吧。来。我之前给我喜欢的人求了一条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红绳，他人可好了。啊。这味道像蘑菇。
你就是小蘑菇。来，准备，开始拍。走了，快点走。花瓣散开凋落，风轻着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。